小姐你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啊，一份猫毛松饼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只有双人套餐。嗯，我一个人来一份双人套餐。可是你一个人，那好，不好意思，双人套餐麻烦你送过来，谢谢。昨天跟他求婚了，你吗？不是这边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。你收入多少？阿丽，你今晚上到我家来，小床又大又舒服啊。有固定保险跟投资管道吗？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？来给你介绍，对象还不错啊。我恨你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啊。你想怎么做？是不是标准太高？还是前男友劈腿？昨天是他跟你走在一起的，他是很有花喜欢健身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叫我吧，叫我吧，叫我吧，又是谁点？不是你前男友吗？没有了，真的是哎，你们怎么结婚了？你们怎么昨天？昨天那你怎么那么快？太快了吧！谁啊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在跟店员打招呼。店员，你看，